得你可以，为什么可以这么棒 ？Bug， 太可爱了吧 ！Hello， 谢谢你们。Hello， 波波大叔，谢谢分享。谢谢。然后特别买了一只那个星星镜，这么可爱。Hello Alpha， 怎么突然叫老大？这么突然。还有公孙有功，先眼睛是不是看起来不大？看起来很可口。跟你讲，我现在超想吃东西的。Hello， 坤坤。超想吃咸的，今天要不要卡了吧 ？Hello， 林嘉诚 ，Hello， 水锤 ，Hello， 季风亮，嗨，为什么？没事。Hello， 微微大大。应该没有卡了吧？今天月票根。Hello， 悬崖。啥啦？我要的是小周。很喜欢安安呢、欸，安安很棒。什么东西？玩不分成员，什么东西是不分成员？听不懂，抱歉。哈 ，Hello， 七儿，你也很帅，非常优秀。Hello， 双眼。TV 全都。最终优秀啊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支持芝麻队很小颗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前几天还拿了一个很小颗的柚子，想要拿来跟你分享，小到你会傻眼。谢谢浩一送的玫瑰。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好好的聊天了，大家。人多一点，我们再来聊。Hello。Hello， 天天。抽的人气选票 ，Hello 志祥，是吃橘子季节好。有点酸，我酸到我，我没有那夸张好吗 ？Hello 香菇，但是好吃，我也想吃啊。一个日本的橘子是不是皮比较薄？有这么酸吗？有。但是它酸我就不会吃了，我就拿那柚子，那柚子咬到我，觉得非常的神奇，它跟我的拳头一样小。
在哭啥？什么？哎呦，抱歉，对不起，提到你，我没有在哭啊。哟，被橘子酸到，对。平常都是我的脸跟柚子一样大，现在是我的脸没有办法跟柚子一样小。哭哦，讲得我好像每次都在卡。超小颗哎，我现在就可以把它剖来吃了。但是我觉得小颗的柚子吃起来很不过瘾哎。感觉好假，它是真的。谢谢猪猪送的蜂蜜。已经礼拜五，害我礼拜一啊，不是礼拜二想讲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哦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最近特别的爱吃豆芽菜。晚安，切耳朵 ，Hello 西恩 ，Hello 浪客13849993。特爱吃花椰菜。安妮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聊天都会选，可是我不喜欢黄豆芽，我喜欢绿豆芽。有些人超讨厌豆芽菜，那个日本的拉面不是都会有吗？我很喜欢。建国吹风差点感冒，你该不会有在那个照片里面吧？阿辣红，我决定我要来杀柚子。那我小颗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这是我从公司拿来的，我看到可以拿吗？然后他们说可以啊，然后就拿了。你没有？还有菠萝蜜吗？讨厌豆芽菜的人，绿豆芽炒菜，我不喜欢黄豆芽，是因为它会。要剥较久的，就是比较咬的比较久。Hello 八五九 ，Hello 大威，我们家柚子没了，被我吃光光了。Oh my lord， 最爱，很好吃哎。哎呀，臭阿凯！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来聊 reset？ 对，跟参选大会，觉得上一次太卡了。Hello， 谢谢臭阿凯的封面。如果是高雄立刻到就进去就会了。OK， 今天好顺。对呀、啊，看看我这美丽的秀。Hello， 人好，谢谢微微大大送的封面。那叔叔你怎么进去的？聊啊，可以当正餐吃，可以分我一箱吗？我们家都没有人送。我跟你们讲，我那个柚子皮剥完，我都会把它丢到冰箱，可以就是
吸那个除算除臭吧，就是吸冰箱的味道。我就把它丢进去，但是要那种比较新鲜的，你放比较久了，它那个都皮都干掉了，就没什么作用了，就有点像橘子啦。其实都被我吃完了，然后就没了。三个黑人跟满地的珍珠，因为珍珠超可爱，而且他拿着珍珠奶茶上去，我在台下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上台喝饮料？要怎么给你？我知道了，开玩笑的，太小了吧。不想，可能你要不直接种地上好了。Hello， 翠翠，一拳正，哪有林姐没有？但是林姐也蛮衰的了，他们有问我，可是被我拒绝了。不是说越小越甜越贵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这也太小了吧！但是猜不到算了，还抽到十二号。这是柚子，塞牙缝的柚子。晚安，晨。对，我拒绝了。而且他们那时候去买衣服的时候，我是跟他们一起去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都知道那个衣服要去哪里买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然后进去之后就看他们的各种哎。然后就开始比，然后就看到林姐开始在那边 shouting， 我觉得好好笑。哎，不要沾我的肉，很有诚意，好不好？谢谢四处上的一员吧。Hello， 保罗。Hello， 一凯。等一下要跟朋友。等一下，这么晚。Hello， 明晶。一起玩这么嗨，你竟然没有一起？哎，拜托，我是他们的枕头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而且你别小看我这块肉，是很有攻击性的、哦。只要站在我右边的，一定会被我打。有菜哦，Hello， 旁边就会被我打。我们喊元正的时候，阿潘在我旁边，他一直被我打，我可能都把我的运气打到阿潘身上了啦。哦，我就是拿那个来当示意图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事情？但是那件衣服也不是说是我的睡衣啦，就刚好那一天穿着它的，就是红条纹那一件啊，记得吗？那个三单花絮，我穿着那一件被关在房间门外面。Hello， 阿当。Hello， 黄玉 ，Hello， 酷狗。有人有发现这件事吗？
哪有？哪有很长？我现在比较常穿的是这个嘛。然后那天我就被姐姐说，你把睡衣穿上台上来。我说，哎，真的？没有，那不是我的睡衣。它就是一件比较方便的衣服，它够长，那一件就可以到处拍拍照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又那么好看。哪有？明明是你们对他比较有印象，你们就觉得他常常出现。不要这样，我很喜欢那件衣服。谢谢仙女萌送的星梦应援棒。我觉得还不错吃，可是它有点苦苦的，然后好少哦。以为没人会记得吗？爱你哦，谢谢大卫送的一元棒。那是因为你常来看嘛。哎，勇哥，谢谢香菇送的一元棒。那我下次直播穿那件。我在思考我要不要把我的肉拆掉，因为那个肉真的好爱定的呀。那怎么吃？这样怎么吃？我可以猜。哎，里面是一颗洛梨耶，也很可爱好吗？如果我猜掉，我跟你讲直播就宰。不是，刚刚说要讲 reset 跟那个，现在讲到这了。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。Hello， 麻怪船长，好吃啊！不太想面对，不太想，就是对，不太想面对自己上一次 reset 表演的结果，也没有说结果怎样啦，但就是不会想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自己表现没有好。可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想要穿插一种的圣诞礼物。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，没有被任何一个人，没有。我没有到说那些错，我觉得。没有到非常严重，可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很烂。对，懂吗？是啊。Hello， 北原神推。
想去面对那一天的。但也没有什么好不面对，因为就过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愿好久没休息。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我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。得到什么？不知道，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，但我又觉得我这次没有拿到什么，不知道，因为把你的台词吃掉，太大声是不是？饭吃完一半，哈喽落日小小，哈喽贵哥，要找你嗨起来，难听别的。또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다주목이됐다10月公演，我想要你来看公演，都来了，但我比较想要你来看公演。你有来过明日 concert 吗？哈喽瑶，我同学说想来看，我都抢不到票了，都你们了。越难唱，真的？还是骗他们？你在台北交男朋友，交我这个男朋友啊？你妈讲，你有关系者就一定要有关系，要血缘关系。你没有去过，对啊，我会比较希望你先来看看那个公演。哎，志华，这叫海乐还是叫海月？你好，没事，记得自己来就好了。废话。谢谢日华说的冷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所以
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之前直播这么想睡觉了吧？因为之前那一段时间就忙着在练比赛，累到一个不行哎。好吧。就是每天回到家，就是耶，今天练习终于结束了。看了之后，看着手机，看我们操作的群组，然后点那个公告，你就什么明天有自主天、啊？我以为我明天可以只要睡到自然醒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我这都好不容易才刚练完，怎么明天又有？我以为我可以睡到自然醒。每天回到家就是这样，其实一开始自主练都约不满，对不对？干嘛这样？也不一定你能炫耀得到啊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不会不会，你们也很辛苦。真的很好笑，每天我有一次回家，其他组也很辛苦啊，不是只有我们组。回到家就躺在这个沙发上面，然后就是耶，我今天这么早回家很开心，然后明天睡到自然醒，没有手机点开，然后就开始在床上崩，不是在那个椅子上崩溃。就躺在躺在椅子，我一直说躺在床，躺在椅子上，然后把手机放在地上，然后就开始跟林允用录影的方式聊天，我就录一段，然后传给他，然后他就用语音回我这样，他是看完了传讯给我，你练习不够，拜托嘛哟，不要，我跟他讲你要练你自己练。那天真的是超废，就很开心，很早就到家了，然后开心呀，明天不要练，结果打开，都没有练习。何叔很想很想 ，Hello 龙龙，我感觉好久没有看到大家。想你们不，我不想他，没有，有一点想他，然后就没看到他了。人家在台北无聊嘛，他可以在家练习呀、啊。不，我不想他，你不要告诉他，他玻璃心。还有玉安。快吃完了，快吃完了，等我一下。那小蝌蚪就是不太好吃，就是不太好进食。没有，它蛮好吃的，只是很小。蛮甜的呀，但是我觉得柚子又不能到水分太多。水分多就不好剥了，因为你会用的手都黏黏的。听人说的，我比较喜欢大颗的，吃起来比较有那种爽感。剥起来也有，我跟你讲，剥柚子真的厉害。我朋友前几天传了一颗柚子给我看，就是那个柚子棕哦。
是对播完的。那如果看到这个就想到你，我说哈，他说因为某一年中秋节，我就看看无聊剥柚子给大家吃，剥完一整晚然后再拿过去这样。有吗？有没有可能你想打就打？因为难剥，哎，没有，超喜欢剥柚子，超喜欢剥柚子，剥柚子已经厉害到一个境界。上次我去公司，然后就有姐姐喂我们吃柚子，我说柚子，因为那是我今年第一次看到柚子，然后今年第一次吃柚子，我就很开心。她说，因为她不想剥，她就叫她妈妈剥。我就说，我可以帮你剥啊。你说剥柚子，对。但是我不喜欢有籽，柚子籽超麻烦。你自己打，你自己打，什么都有。还可以戴绿帽，对。那你我跟谁都还不错吧？可能跟安安吧，就是二期生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第一次在学 Love Tree 的时候，跟安超不熟。说好难哦，没有，还有 River。说好难，我每次只要一学新歌，我都第一个先讲好难，不管它简不简单，我一定都会先说好难。有些是口感问题呀、啊，就跟西瓜，你会不会吃籽？有些人吃，有些人不吃啊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跟安安。只是我想跟他好，他不让我跟他好的那一种。我说好难哦，他说还好吧。很小啊，有些很大，有些是这种。我也会挑掉。全运一流。现在还在避暑吗？没有没有，现在比较好，现在比较好。现在我跟安安还不错，就时不时我们会传一些东西，对，我们会分享一些喜欢的东西给对方。安安超凶哎、欸，那天真的是被他一个拳头，呜、哦，超凶哎、欸，安安哦，哇哦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分享跟进嘞，不是，这你们就不懂了。好聪明，超可爱，而且尤其是那个反地整出超凶。你会，对，我超凶的。他说，当了这么多次的 C， 总该换人了吧？呜、哦。哇、哦，这不得了哎、欸！啊，原来是这样唱的。我们怎么没有唱下？我们有哎、欸，非常暴动，而且，对，他是台湾，这是什么？我刚刚讲什么？哦。就是，而且你看他那一脸，就是不会讲出这种话的。但他才输了，但他有幸讲出那种话，我就觉得很厉害的了。这么快就安安，没话多。第一轮，好啊，都这样，都安内了。我应该差不多该上去。他真的很好笑，剪刀都不，然后他就输了嘛，阿汉出十，然后就出十。我超好笑，我们在旁边笑了一个不行，他超开心的，耶、yeah, ！我不是 center 的那种感觉。吃我一拳物理，真的。听说他
在你蛮前面的时候就很想下来了，只是他抽到那个，哦，他就开始在那边。我以为他抽到后面号码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我在观众左边，你入座之后还蛮近的啦，哈哈。不是，其实我们都是同时学的啦，对。我们都会跳啊，我觉得那个整场在跳的时候超可爱，就是左边右边都有，蛮想站一起站下去跳的。就可能你们座位旁边不是有个小小空间，希望那时候蛮想下去跳的。不要拦我，我要跳。这首歌跟妻儿一样，看似简单，殊不知也蛮难的。跳得很嗨，超嗨，好不好？没事啦，只是猜个拳而已，运气比较不好，没关系的。阿乐果树，很有趣耶，超级有趣，超级有趣。但我觉得 Hello Center 也蛮有趣的。我那天很认真的在跟七七讨论 Hello Center 这个东西，然后七七到现在，他到前几天才知道是我们那一次下来的最后五个。我说对，对，对。他说真的假的？哦，但是太多是平手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累了。你说第一次，啊，还 OK 还 OK。气势服装吸引就足够，对啊，我那个头不够吸引啊，好像也不够，知道的太晚了。那平手三次，最后会怎么样？两个一起被淘汰，还是两个一起上？哈喽九大成员都忘记了吗？那个头很厉害，欸，他真的是有攻击性的，我不骗大家。一个翅膀，你就跟安安讲了，要猜出胜负。如果一直当平手下去呢？就是以前到现在平手最多次是多少啊？哦，所以会一直猜下去。这次是三分手，请大家记得。说不定跟真男一起打手。他们那天一直平手是伤心，没有乱讲的。生肉装哦，那个我有看过。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还在那边讨论说我要买那个全身有没有？欸，超丑。没有，我原本是想要可能那种去租有没有？然后全身套一个肉的那种，就是之前看什么韩国 K-pop 他们。什么得一位会有什么特别版的那个舞蹈怎么办？什么雪宝之类的？我想说会不会有那种牛肉，然后大的就一个头的那种，结果没有。然后最后所以选择了那个。
个门。直接穿奇迹的衣服，姐姐，我可以借这一件吗？谢谢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就是我朋友帮我看哦，他看那个什么 Canon 的相机，超好笑，因为在网络上看那个 Canon 相机超狂，他就真的拿一台相机，然后他长得也像相机，他背后背了一个萤幕，你拿手上那台小相机按下去之后转过来，你的他背上是有显示图片哦，我觉得超狂的啦。超级狂，超狂！然后还有那个汤姆老师小车，超好笑，噔噔噔噔噔。汤姆老师小车，他就把脸涂成灰的，然后这里插一根，超好笑。有各种超狂。我想开的好大。我想看的好大，什么话说我跟笨蛋一样，冠军的奖章请了我最傻，但我可不是真笨笨大人。玩笑开的好大，玩笑开的好大，我想要那你又丑成怎样，不过是傻。那也要看下次他们那个一零一辣妹也要办的吗？都不见得通畅，爱迪生却没那么出彩。某某啊，这名字响亮的味道，就像下一条一阵风，被人家轻轻嘲笑，因为成绩太差，分数稍微失常。某某啊。基本上很难比你更加荒唐，即使远方只上的排行榜啊，那我呢，其实我有个小缺点，就是我剪刀石头布通常都会先做剪刀，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那天一直在挣扎，对，我那天就是把手捂在这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思考，我到底要不要，就是，他好像说画了一个半小时吧，到底要不要遵从自己平常的原则这样？谢谢阿红的掌声鼓励。对，但是，对我那天就是我决定，我就是要剪刀，能做出去啊，输了。细云也超可爱的。八乘一百四十七，八乘八等于六十七，八乘九七十七，九九八十一，乘法表对不起，被白天忘得一干二净。那我应该也不会进啦，因为你的审核一次都没有进过。那我们都凭实力好不好？聪明往往不代表为评价，也难得的考卷有些帮不上忙，只要心里善良，体谅带来希望，别小看笨蛋的力量。某某啊，
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最后面是笨蛋的声音，可是我每次都一定会唱错，只有第三段是 Hello Center， 真的是笨蛋。然后一阵哀嚎的我没事啦，我们也要让安安去嘛，对不对？没事的。其实我有没有以为我真的会唱？没唱也没有关系啦，就那样的运气太差。不然呢？谢谢叔叔送的枫叶，是我告诉你哦，你这图真的是非常优秀。我把它换成我赖的头像，我跟鸡同款。这是第一啊，这眉毛掉了，掉了一点点。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我们两个都对，不要讲，我们不要这么高调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不要特别去跟他讲，好吧？不然等下被他骂。我们是情侣头贴。为什么七七的下巴这么长啊？阿杰发完了。可惜有参加到就不错了啦。我在想我要听什么歌。喝点水。那为什么我的下巴没有很长？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。我们改变了太多而艰难了，我们前几天在聊，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是聊那个巫吼的部分。这样的剩下多少已不重要，就是有去 reset 的人应该就看到我幕后的时候被抓出去了吧，对吧？真的很好笑，那个真的很好笑。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那时候呢，是因为我的衣服跑出来了，对吧？是吧？对吧？然后前面的姐姐有提醒我，还有我可能旁边的人，但是都没有人注意到。对，我是那天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心。然后听说，因为那个女朋友玩，阿乐刘建国，谢谢你送的枫叶，就是
女朋友玩，下一首音乐下了，我就要走到下一个位置了嘛。然后女朋友玩结束，然后下我就站起来，真的是，就是我听姐姐说是，我站起来那瞬间，她就已经摸到我了，她快要摸到我了。殊不知我走了，所以他就一个横穿的那个路牌，然后这里是七七有看到，七七有想说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竟然从这里走到那里，我觉得超好笑，我当下听到超好笑，重点是我根本没有发现姐姐有来摸到我，他说他已经快要摸到我了，然后就跪下，我要跪下的时候就被他抓走了，然后就一脸。然后我前面就都没有跳到副歌的部分，就是姐姐要放我出去，她说这里 OK 吗？那时候已经在呜呼啊呜呜呼，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怕我等下进去跟我上来，然后所以只好选了一个谁呀？吵了架了这边又站在家那里，哎不是，后面那段是哪一段？看一下哈，反正就是闹了这一场乌龙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就是姐姐很就是横跨了那一个舞台这样。对，谁跟谁又吵了架，闹这边又站在家，趁现在谁聊不着，互相聊聊心里话。就是刚好选一个一定要跟得上啊，不是一定要接得上啊，没有接上就尴尬，对。最后面的摄影机也录下来了，什么东西？我能原谅你的谎，我觉得超好笑，荒唐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虽然很荒唐，对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刚刚有点飘。锁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吃风，让你去唱，让你掉麦掉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就是那天也听姐姐说，因为是这样讲有点不对，但我自己认为自己也有一点错，就是我太放松了，我没有把麦克风抓紧，所以导致熊妹撞到我的麦克风之后，我的麦克风就直接飞出去了，我不知道嘶哑那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熊妹就也被影响了，听说她后面后半场表现都不太优秀，而且我那时候麦捡起来之后，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跳错了，可是我有跳错，而且我站在中间，我觉得我超不应该，超级不应该，明明是这样，就是他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的这个我没有抬起来，我没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超厉害，我是在这，反正就是手没有举起来啊，超过十秒，就是熊妹啊，她我跟你讲，她一到后台，她哭着对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没事。”我已经捡起来了，没事。但是后面他好像还是很有事。小妹没事，好不好？小妹最棒了。小妹最棒。其实我还蛮喜欢，《星空的错误》跟《梦之中》这两首歌。他有说对不起，他哭着跟我讲说了对不起，我把麦克风砸掉了。他没有哭得那么丑，对，我哭起来比较丑。
对，就是这样。你都是最棒的，别人家的小孩，全世界第一可爱。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。对啊，后台换衣服的时候，静静的守着电话。我已剪了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滴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暖暖长久。好像是那个我换完拼图 48 要出来，换完那件白色的衣服要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是的话，他的眼泪也是很容易流出来。他就很自责啊，没有办法。我们组的缺点，老师有说过，我们组的缺点就是一个人错，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人，就是那前面那个人错，后面人就很明显的那一种。我觉得还好，我们还好。萨库拉应该比较喜欢。我的盐巴拔出来了。他们讲，前几天呢，没有，我昨天我姐去买了 Mr. Donut， 对，甜甜圈的角落小伙伴。曙光爱情梦之中是哪一个部分啊？曙光，曙光爱情，没有，我梦之中是跟那个阿婷啊走的那里。曙光爱情，对，曙光爱情是跟球妹，梦之中是跟阿婷。超想买，然后我跟你们讲，我吃了一个白熊的，对我姐。我觉得还不错，但就是白巧克力口味，不是几点，是那个苦辣素喜吃五盘抽，大家赶快去吃，如果有抽中，可以给我，我不介意。好不要脸啊！我超想要那几只，我想要五只都拿到，我想要那个吊饰，那个吊饰我比较想要。然后呢，对，就是那个。角落小伙伴他有加加购的部分，他加加购那个手环，我看他叫什么手环，造型手环，对，就是那个小时候啪，然后上面有一颗头这样。跟你讲，我姐打电话给我，他问我说我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刚刚讲完之后我就睡着，因为我那天好，昨天好累。掉两个，你说蜡笔小新吗？21号才开始。然后就睡着了，然后他就做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，因为他问我说你有想要哪一个吗，然后我就没有回他，他打电话给我我也没有回他，然后他就他就五个都加了，他就五个都加了，总共495块。我想要，那我还去跟那个婷丽讲，但是我没有喜欢角落生物啊，它很可爱的，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。对，如果
没有，四百九十五，一，你好像干嘛？你们以后就可以直播看到我带一排，全场最下趴就是我，肉。所以那天谁是坐侧边啊？刚刚有看到有人坐侧边，谁？你看，你从侧边看那个奇迹如何？山上，那在山上看奇迹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我好奇侧边看奇迹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我中间 free 的部分其实有个缺点，因为我是这样，因为正面比较看得比较清楚。然后可能也就那边看得比较，就是右边，我的右边那里可以看到我丢东西上去了，我背对的那一边可能就比较对不起大家了。比如高桥城的部分，我知道侧边有三个我的粉丝 ，Hello Miso。如果下一次有机会会换别的技能的，别的特技的，对。每天都在思考，如果下一次有机会我要换。你也在侧边，你在哪边？哦，我对咪手真的没有太大的印象。咪手，你是不是该常来看看我了？没错，我知道你，但是我对你的脸没有什么印象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背对，那下次记得，要么选一个好的位置，要么下次一定要进来，好不好？我只知道 Miso 是一家推。却悄悄变荒芜，不如各退一步，何苦不热不冷不变的温度，你把爱变成恨吻，对我是另类残忍。你坐哪？我跟你们讲，彩排的时候超好笑，因为《奇迹》这一首歌是一个，他的帽子跟麦克风都是看心情，所以，那时候我们彩排就幕后彩了一次，幕后彩了，就是大概走了三次吧，然后呢，《奇迹》老师就说彩一下，然后这首歌播上去。只是说，就是唱小声一点，然后就唱很小声，然后我就被姐姐笑了，这声音也太温柔了吧 ？Hello， 不是这样的吧？他们笑我声音很温柔，我可能真的对，谢谢。哎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三个。哇，法法奇乐可以跳奇迹，三个跳，
帅到不敢直视。那你还说帅，你都不敢直视了，你还看完他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吧？叔叔不是这样开直播的吧？叔叔应该是要我拿一件衣服，谁要这件？谁要这件？如果要戴墨镜的话呢？就是我跳奇迹，奇迹跳那个王子殿下。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超温柔，我的声音也没有那么温柔，好不好？以前人家都说我开口是形象破灭。然后这样，然后拿一个这个 T 恤，然后多少钱之类的。我什么时候什么车都买了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买这个颜色，反正那时候就叭叭叭叭叭。还没有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的人，赶快去！哎呀，好烂哦！反正呢。不一样的文字天下，嘿嘿。哦，那个制服真的是非常优秀。制服真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蛮想尝试制服的。没事，我也会，谁都会的，好不好？爱不是谁够努力，就值得被珍惜。可我总学不会放弃，我是真的傻，一辈子赖在你身旁，可是你的步伐踩到我已经追不上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昨怎么今天等今天换了一个新的粉底，觉得还不错。卖的最多的就是毛巾跟明信片，毛巾感觉棒。我跟你们讲，另一面一定会长不一样，因为我这里的刘海会盖，因为我都很随便。Maybe 我是听说韩国的。我之前是用这个，可是是色号。有点太滑了，先把它盖住。没有，就是，应该说我的眉毛呢，两边一定会不一样。这边会画的比较漂亮，但是每次都，是，对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反正它被刘海盖住，对，就是这样。I don't care。对，是 Vimi， 这个比较白。
后买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买什么？贝比林，啊对，哎，抱歉。哎，你是不是都用很白啊？我才用一白，你都用多少？你都用哪一个色号？我是真的傻，怎么你们要看我画另一边的眉毛吗？就是我两边眉形长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们画到一样。对，超生气，然后每次画得很好看都遮住，所以我最后都放弃。也太白了吧，你是本身肤色很白吗？还是我来介绍我的化妆品给大家看？原来不错。笑在爱到血肉模糊之后，泪水能不救？可惜到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天有你，额头胎毛好多，你说对吗？哎呦，痘痘，这叫胎毛。反正我很希望他们可以长长，因为头发真的是太少。那我的额头是漂亮的，总有快乐的理由。好了，先跟大家介绍我的底妆的部分。我以前是用这个啦，手冰啊，我是一套，但是这有时候用我没有那么喜欢它，我忘记了它是夏天适合用还是冬天适合用，因为反正就有一阵子我觉得它不好用，可是有一阵子我就觉得它很好用，但是它的这个叫什么控油还是什么的，反正这个还不错，所以我会用这个。然后最近用了新的 Baby Maybelline。对，还在尝试当中，今天有些微脱，对，可能是我定妆没有定好，所以没关系，会给他一些机会。可惜到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眼影，但也没有到很多啦。这是 Pony 的 Pony 的四个，然后三个颜色的我都有。对，它其实有一盒，有一另一个比较多个，好像是大盘的，因为我真的不太常用到，我就送给我朋友。对，因为我都有这三盒，对，乱买大盒，没有我姐给我的。然后我蛮喜欢手弄，对，我就知道加手弄的眼影，我很喜欢呢。我超喜欢那个颜色，它都被我弄到有，看看，这我都已经舍不得用了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是，非常。没有要到舞台妆的时候出门会用它，然后就一颗上全部，今天也是，就是它没有到说颜色很深，颜色很深，但是又有一点颜色，像有些就太淡。不然我蛮喜欢 Pony 的这个橘，就是橘，但是它就太淡，这个看不到。我刚镜子那样拿，是不是都不看光光？你这样很乱。没卖单颗吗？有啊。你说这个吗？这个我找不到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色号的，然后我也都没有看到。
完了，男生没留言。哎，你们也要懂一下好不好？之后买个女朋友。其实我的个人喜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喜欢偏紫，粉红紫，就是有时候加深一下颜色。对，然后这颗跟刚刚那两颗颜色也很像，然后就超爱它，亮片也比较大。mini concert 就涂这颗，然后加点闪亮闪亮。留到现在，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。仙人模式，就是那个可能就是要去学个美容，对，专业那个美容班，对。然后这是七七的去年，我17岁还对17岁那年生日送我的，它是一个粉扑，对，然后香香的。没有，我说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没有说你现在有，你我知道你现在有我们就很好。如果之后有，好不好？然后之前不知道去哪买了两颗我不太认识的眼影，对，然后很少在用。就是看那个照片上面很美，然后就买。给你们看，但是我很少用，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怎么讲服帖吗？而且不太要涂很多啦，爱情大哥，它这个，而且它的量很漂亮，有吧？谢谢你送的蜡，难过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不是付出就有结果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换首歌啊？护手霜也还不错。好，等一下再试，不知道。然后那个是偶像必备的卧蚕，亮亮的，但是这我也很少在用。它是眼线液耶，我都拿来画亮亮的，比较不喜欢亮，我知道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作为偶像一定要闪亮闪亮。好，修容。但我很不对，我很少用。他脏到你们看不到。然后 ，Make 的迷你妆前或反正就是定妆啦，大家都说这个很好用，然后那时候就买了一支，它也是有香香的，这是而且这是我妈咪买给我的，我妈咪挑的味道，耶、yeah!。然后这也是 make 那个这颗我看超久，我超喜欢，因为它很好看，它是自带亮亮的亮片的腮红。然后那时候是看到就超喜欢，第一次跟叶云去，然后可是我没有买，超喜欢的。然后第二次是跟家里去，我也是很喜欢，依旧很喜欢它，然后就买了。然后家里说是我的生日礼物，谢谢家里。求心的，你是说什么？哪一个？试试看。你们看不看得到亮片？看不到亮片，但是就是在怎么样？你们要下次来现场看好不好？定妆喷雾好用，大家都说好用，因为这是一开始是那个我们化妆老师
帮我们喷，然后我们就说好用啊，然后大家就去买了好多东西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女生出门要这么久，就是因为都在用这些东西。对，我要去哪？就是这样。然后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亮亮，但是就是有粉粉的，看应该看不出来亮亮的。这样应该有吧，有亮亮的，有灯光亮。然后还有睫毛膏，这睫毛膏超优秀，因为我很讨厌那种浓密版的，我超讨厌，超级讨厌。但是它这种就是非常的细，我今天没有涂一下，有点丑。就是它会根根分明。没有。有毒有草，太难。反正就是，它会根根分明，明，然后这个必备，眼睫毛卸眼睫毛小心拍，反正它就是卸睫毛非常的好用，对，超优秀。然后这是我的睫毛夹，应该素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夹这支，然后我就拿来，也没什么啦，有腿有长，怎么眼镜面比较大颗有没有？对啊，这比较小，有腿有长，无聊。搜一下，但我的是能，我好像不能用咖啡色的，我用咖啡色有画跟没画一样，嘿嘿。谢谢玉安送的枫叶，然后我去 mini concert 会必备一个东西，不一定每次都会用到，但是我会备着。我每次 mini concert 就带这一包，因为我很懒。我超懒，超级。我们记得高不起。我必备，因为有时候被虫咬啊，就是这种一颗一颗的，或者是。就是看你平常眼中的。像，因为我就是脚会有那个叫什么异位性皮肤炎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。对。再红红一点，然后就直接贴起来。因为性皮肤炎，我不太喜欢用妆，就是用东西去遮它，宁愿直接贴，然后撕掉会痛，我也比较遮。所以有时候看到我身上一条一条，颜色比较深的，对，就是。客气交代的部分。就是谁都无法替代。就这样一小包，然后装在那个透明的袋袋里，然后就会搞得我好像很幼稚。没有，这是我必备。而且有时候上还不一定卸得干净，你洗澡也不一定洗得掉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。我相信爱存在。再听一次，对不起。
期待你们。我最近脚有点严重，所以最近有点缠脚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样，我的脚一直都这样。不会哭的笑的笑的小小孩，但是有时候我会不想遮有吹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我练习的证明吧，对我来说，所以我不想要刻意的把它遮起来。依赖着你的我可以紧紧抱拥给，我有时候化妆包会被打火机，因为那个烫睫毛，睫毛夹要用，就是睫毛夹热热的，就有点像对烫睫毛，热热的比较好，夹翘啦。我今天眼睛有没有看起来不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今天画整条的眼线。我连内眼线都花了，有吧？有加有擦，有涂有擦。膝盖淤青，有些动作需要用到膝盖，可能就是跪下，像毒蜘蛛。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笑得像小孩，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。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存在。我们是不是要来继续？就算能删除记忆，就算能复制情感，谁都无法靠近爱。一旦决定爱你，我不管我不换，你就是人，谁都无法替代。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新人龙头，对了，嘿哟！只有你能幸福，我回忆的未来。好吃，是好吃吧？对，不用你讲，不用你讲，谢谢你那天把我带班，好不好？虽然好像没有很多人在看，没有文字群聊了，可恶！我比较喜欢文字群聊，我发现我比较适合就是群聊，对不对？有吧？你们是不是有没有觉得我打字比较幽默？我就是我是讲不清的吧，好啦，看你要那些啊，不管我要进行我的心灵动荡了，一二三，拜拜！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张悠悠，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9月25号的晚间9:31，我们把音乐关小声一点，等我一下。那我们进行我们久违的心灵鸡汤啦！谢谢我鸟王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日华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微微大大送的掌声鼓励。好啊，来讲今天的第一碗鸡汤喽。
别等到人生复杂了才开始怀念那些单纯陪着你的人。没有谁的生活比较容易，痛苦的并不没有谁的生活比较容易，痛苦并无法比较。一个人认为的小事，可能是另一个人过不去的事，所以才要谢谢那些在身旁关心自己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，但在你需要支持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很早就出现。值得珍惜的人，要用一辈子珍惜；不该在意的人，花再多时间也是浪费。我们都要明白，好的时候很容易找到跟你一起开心的人，唯有在坏的那段日子里，才会知道哪些人肯陪你一起走过去。太久没念了，我也都有点生锈。打，这就是今天的一碗肉汤了。脑袋生锈，这就跟太久没有跳舞一样。谢谢电话的掌声鼓励。那我要来念第二碗肉汤咯。才能进入你的心，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，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真很好，要开始了。我被这首歌拉走。一二三，拍手！哇呼！我来进行接着第二碗，第二碗肉汤了，耶！第二碗肉汤。大家听好了，现在的你有多少准备，未来的你就有多少机会。如果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实现喜欢的生活，谁想轻松的过？但关键就在这，过喜欢的生活前经常要先做不喜欢的事。现在过于轻松的生活，往往后来反倒不轻松。若真的遇到困难人，就把目标写在纸上，提醒自己未来希望过什么生活。记得现在做的准备越多，未来就有越多的机会。坚持想要的日子，努力不简单，但将来有天你一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。我相信这在前阵子我就讲过了。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。现在的你有可能没有那么优秀，但你做了很多准备，让以后的你会变得更优秀，可不可以？听不太懂。真的，开学前闲到一个巴，哎，没有，我没有，忙到一个想睡觉，就是每天都希望我可以好好的睡觉，就是
因为家里就是交通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每次要跟练习啊干嘛，都要特别早起床，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的累。不跟你问，我看起来会知道吗？你在认真问我吗？你可能要去问看大哭拉组的。我虽然坐姿体前弯61，但是我没有吃到，好吗？打你还认真问，欠揍。买肉回家自己烤啊。你给我小心点哦，你给我小心点哦。我前几天讨论美玲这件事情，你给我小心点哦。今天大家要吵吗？辛苦你们了啦。看你们这样忙也觉得好心疼。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的句子？你以为我这不敢吗？一定的。很禁言，不要对我用鸡脚，没有。不吃这一套，气死我！我自从人生有一次被激了之后，我就决定再也。不要那么的容易被激了，反正那时候就是有点像，也跟你讲，不讲是不是啊？就这样啊，朋友啊都不要讲啊。然后我讲了之后，他再跑去跟人家讲，哎，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情。到头来是我的错，我的错也完全。那我们就算了，没关系。那次教训我自己吸收，但自从那一次，我就决定再也不要那么的，就是不要做那种。是的，不要。我今天去学校，那个我忘记教处，好像是教处吧。然后那个老师看着我，哎，你变瘦，我看着他，真的假的？我变胖耶！谢老师啦，老师最爱你了。那老师真的很可爱。
现在一直在想，我等一下要吃什么，就记不起了。对啊，记你记啊，记啊，我不会，我会直接告诉他们，不要急，没有用，不要让记我没有用。我还想我等一下要吃什么，我一直想盐酥鸡。可是我最近好想吃粥哦，但我不知道我开完出去还有没有，应该还有。美玲就棒啊，所以你会一直滑到。迷上港式的粥，我上次吃我姐买那个点点心的，我忘记。哎、欸，要结快结，好不好？点点心的一个荷叶饭，对，荷叶饭，超好吃耶！这个荷叶饭，我爱到一个不行，结好了吗？结好了吗？结好了，放掉了。你现在就可以结了，我在这里放这么全不结，何必再等到明天呢？今天特别荣幸可以邀请到陆婷来跟我们合唱《抛物线》，那她的资讯我会放在这里，就大家记得追踪，好吗？那如果想要听我们跟谁合作的话，下面留言哦。告诉我们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什么美玲的广告啊？所以你都不会划到我。好像也不会哈，我不会有广告。如果你也听说，你说盖住吗？一个平手的感觉。不过一样的。法奴料理，太可爱了吧！我跟你们讲，我那时候拿到那一罐，我姐说她用，我说好，你用。罐子不给我盖好，盖子不给我盖好，对，不是罐子，然后就放在桌上。我说好吧，那我也能用一下。我一拿起来，整罐掉地上，我超气，气爆！每次跟他讲东西给我关好，不关。所以你一掉半罐没了，半罐没了，半罐没了，没了。像葡萄找朋友，还是你既然会心疼我？超级。是不是我在讲他现在那个化妆水不管，我跟你讲我会做什么事，我会故意给他弄倒，然后挤一点出来。你才不关，才不关。你那个眼镜乱丢坏掉，活该。他以前眼镜乱丢，我给他藏起来。信用卡乱丢，我在跟他讲，你卡在乱丢没关系。他说在哪？自己找啊，在哪？气死我哎、欸！然后每次都不见，然后又开始找，找不到，要跟我妈生气。没有天理啊！你都是自己乱丢，你找你妈生气干嘛？对不对？啊！你就乱刷脚，我就这样跟他讲，你再乱丢，我就给你乱刷。其实我等一下去买粥，如果没有粥就算了。你会被丢，我会说
你下次乱丢就给你藏起来。他很多东西都很爱乱丢，没有，我不喜欢吃皮蛋瘦肉粥，三百吃。哎，那也有一个上限的好不好？谢谢追踪。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小朋友？而且上午就可以拿我的白胡椒来加了。白胡椒加的盐巴完美。就在想我要不要。有可能，如果你也接受。白胡椒加盐巴就是胡椒盐，但是我不想要当给肉稳。会加就加，可是我比较不懂为什么粥会加油条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还是会吃。这是看起来是脱妆吗？还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谢谢 ，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真系男子，谢谢你送的麦克风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鸡汤啊，我可能会想要，我会跟他讲说我要布拉吉粥加玉米，但我们家没有玉米罐头，不然我以前会自己买回来就自己加玉米罐头。但我最近好像没乖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玉米吗？因为玉米会甜甜的。是悲关于爱情自知不提。好，可是我们家没玉米罐头，不然我会就是边加玉米罐头然后边吃，就是可能一开一罐这样。哎，超好吃哎。就是有点像你觉得它的玉米料不多，然后你就自己加玉米那种。你的心假装冷静，冲拒绝，不是那种粥，不是那种，不是那种粥，那个是青州小菜的粥了。看不懂你的心，看起来脸是变瘦，你确定？我最近狂吃猛吃哎，我没有东西，我觉得超不安，然后就会从那个那里，然后就走到那里，再走到那里，然后就走到那里，然后就说我想吃东西。我想吃东西，我觉得我是好像有点压力吧。我压力大，我就会想吃东西。虽然平常还是很爱吃啦，但是我压力大，我会狂吃猛吃，只要有就吃，吃饱。我那天真的是不知道是臭啥，我想吃东西，我想吃东西，我从这里在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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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从我姐的房间在这样走走走走走。可能会加猪肝，拒绝。还是是我有开特效。呼吸的快要不能呼吸。香菇嘞，香菇，香菇。假装热情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了戏。
香菇那种就是青州小菜，那叫香菇肉粥哦，超爱吃香菇肉粥，一定要点炸虾仁，然后他那个小黄瓜有没有跟他多拿一点？我们家之前附近有一间还不错吃的，可是那一都收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过的香菇肉粥都关了。可爱吗？卡哇伊伊，一朵啊！就是要这样吃，还有那个炸香菇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胡椒盐吼，给它吹蕊，好吃啦！我等一下10点到就要关，然后冲出去买粥。希望有，就是想吃粥，水蕊啦，可以水蕊啦。哦，有够好吃呢！新特效吗？没有，一直都有。洗身洗起来，我们手牵手一起去洗身。我跟阿杰，没有，就是我想吃。帮你买，给我钱，帮你送来我家，这么好吗？我人这么好吗？好，来来，有种，传给我。超过我家5公分，我就不会送了。这是 Uber 肉肉的部分。轰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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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冲冲冲，拉风。自爆。5公分，对，5公分就不送了。我家范围5公分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海边拍个照，因为要变天了，不然会很冷啊！又被捞到好吧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一次，你说一次，你嫌我烂是不是？你嫌我烂是不是？啊？啊？送蚂蚁吗？哎呦，打到自己！哎呦，都之前了，那鬼门开，那阵子想去拍都没有办法拍，想去海边拍，但最近天气开始变凉了，需要赶快找时间，不然就没有机会了，会冷死。西沟桥城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都快要关播了。经常下雨，对啊。宝弟，辛苦了，姐姐颁奖。依兰欢迎你，没有人去依兰。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冷哎，所以我今天是穿外套去学校。穿前辈的外套去学校，蛮冷的，有没有到很冷啊？这个人年纪大，不就怕了？不是啦，很睡的屁事。所以呢，你要跟我讲什么？你要跟我讲什么？我的6日没有在放假的，不好意思，从来都没有。哦，没有，也没有到从来啦，对。那种颜色不喜欢，我就喜欢蓝天蓝呢、啊，白与白啊。
天线宝宝出来啦。对，六日都献给伟大的事业了。那我们以后就也都放周休二日，好不好？你们就都没有东西可以看。周休二日我们都在放假，都不会有活动，就安尼。好无？你讲安尼好无？你都看无美丽啊？你都看无？你都看无？你不能来啊！啊！走进了我的，他搞了个什么？谢谢你走进了我的几分之。唱不上去。你知道明天有补课吗？今天嘴巴超干，那明天补课。关播了，怎么突然那么多人呢、啊？我想关播了，大 Hello， 什么东西？想要发红包，立马关，我没有啊，阿力吧？对啊，超多我都来不及。打招呼了，可是其实都是假的。好像，可是我这里，好，立马关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然后关了，立马跳出去这样。还好啦，应该没有人想看我，所以我就，哎，我要去买我的宵夜了，请大家不要针对我。博汉，我要关播了，博汉，我要去买宵夜了，博汉。不爱我们下去，这么好命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啊？走，拜拜，撒尤娜娜，我也是你。